这样的亲吻你，就这样的配合你的小任性，想和你去看流星，想和你修炼爱情的秘密。放我下来，你要干什么？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又让你依赖的男友里。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要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心连心，感觉奇妙，让人不可思议。哦，别怀疑。你说我要干什么？命中注定。Yes, I do。就这样抱紧你，就这样的亲。帮我擦掉。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又让你依赖的男友力。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心连心，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就这样的抱紧你，就这样的亲吻你，就这样的配合你的小任性，想和你去看流星，想和你修炼爱情的秘密。下次我不会再放过你。走，今天哥带你去看一看蓝海一星的新总裁。严星城。今天公司里，郑总，严先生，不好了！一直在市场上与我们激烈竞争的流光珠宝集团的总裁汤总，他正带着一行人亲自来我们公司了。汤总，什么目的？好像汤总是带了一份版式设计的专利证书。他说我们刚刚送去国际珠宝展的系列产品全是抄袭了他们的原创设计，他要求我们即刻追回所有的系列产品，并向他们公司付巨额赔偿。庄大小姐，哟，不不不，应该叫新任的庄总啊。